耶、yeah, ！我们要出发来去马祖啦！ Yeah! 等一下，我太久没有出发，我忘记了。一般不抄你就没事。嗯，嘿嘿，对，你可以送过去。他如果广播叫你，你就要来拿了。他好忙碌哦。他在干嘛？他的行李超重了。大家怎么可以带到过重啊？我回诊的时候把笔电提在手上就好了。小姐，哦，你有零件，有零件，不是，我觉得今天开场好欢乐，这样，我们的欢乐源完全就是就是带给我们。我也没事，好不好？发胶啊，喷罐，气压罐是吧？对，询问一下就好，不是不行。电脑没事，人没事哦，受到惊吓而已。空腹不能喝酒哦，所以要先定位。下飞机就开始喝，走一个醉生梦死的行程，这样子。马祖就是要什么喝酒，在那边的话就是呢没有清醒过这样子。对，就像我上次元宵节去马祖的时候啊，基本上就是一路喝，基本上只有在喝的时候是醒的啊。对对，就这样子。守在马祖选鸿宇，出门游玩没问题。本节目感谢鸿宇海运赞助播出。如何？这到底是什么？来到国境之内感觉如何？出口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在元宵节来的时候才是真的冷啊。我超佩服那时候来的。现在这个时候觉得好舒服啊。我觉得在追些错误哎。我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只有9度而已啊，我的妈！我刚刚听到机上广播是14度。还好，湿度算温暖，温暖，凉凉的，凉凉，凉，爽。来，欢迎来到国境之北，最靠北的地方，靠北，最靠北的地方。我告诉你，我带了一堆，就是极度夏天那种细肩带啊，然后什么，就是很短的那种，比基尼啊，什么这种之类的，就完全用不到。也不是不可用到啊。我们一定找一群把你处理掉这样子，对。對，这次来到马祖展开3天2夜的跳岛之旅，下飞机头一站就来到北竿的唐崎境水户尚书公府来拜拜头啊。水户尚书是原住福州地区的信仰，主祀宋朝的大英雄陈文龙。福州地区传说陈文龙为国尽忠，赴水勤王，又对感量以忠心爱国，特别书封陈文龙为水户尚书啊。五湖四海皆属有书将官，明朝开始兴盛，后船又多，所以在福州沿海一带拢将水部尚书公当作是海神的敬拜啊。那么祈求这几天来这佚佗，会当保庇咱哦，无风无雨，平安顺利哦。第二站来到北竿唐崎境的御丰消王府，听这个名字就知影，这间主祀的是王爷总监司萧护太傅。不过在咱参拜时阵，煞直接拄到神明的查某囝，不是拜予神明做客囝迄种哦，是正亲亲的查某囝哦。我爸爸以前啊，就是肯定在看病。那你奶奶现在几岁啊？92岁。九岁。哇！你爸爸成仙子的时候是多久以前的事啊？哎呀，60多年了。陈书记是这婆婆的爸爸。哎，十九岁给南京先生。哦，19岁就跟着南京先生。南京先生抓他去。抓他去修行这样。高龄92岁的袁一兰阿嬷是袁书记的亲生女儿。听她说，袁书记本名袁宗善，少年时习得医术，一生行医助人，替人看病只开药方，不设药铺牟利。其一行深受萧王爷的赏识。民国33年寿终正寝时，被萧王爷引领入府，授以袁书记官衔，协助南京先生成为医药之神，享万年香火。其实袁书记的神尊不止在萧王府有，在唐崎村的信德堂探花府也有供奉哦。这个是你妈妈，另外一个是他家，我就是今天只生你。你在那边出生的，他名字在下面被遮住了，被那个桌子遮住了。想知道更多有关袁书记的传奇故事，记得要去锁定蔡桃会跑庙会、阿贤的不当护理师要干嘛，以及 Joyce 的狂人舅舅频道哦。如果他没有剪进的话，那就算啦。你起码是被啥？啊？哎，我哪个？阿刘啊？
招来嘉宾，海龙挖遍制服。哎，在台湾买不到的，海龙哥，这个是假的。可以，这可以。千杯不醉啦，喝酒找我，这应该是我的，这应该是我的，喝酒找我，哎。包包也可以抽到，能捞就捞。日用品店就是我们的纪念品店。因为太冷了，我们直接买一件外套。一礼拜这个小店来宾的贵了，开始起笑嘿，买这夹克啦吼，啊买迄、那个来也免带外套来加倍的，对，来加倍的好啊嘿，凶嘞，一件空军外套一千两嘞，数位迷彩千五嘞，多轻纱，轻纱，很保暖啊，可以啊，有看汗流浃背感觉，还没，喂，好了，是，有种军中情人的感觉，可能还要再小。哦、我整个有小的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帽子，什么意思？小的没帽子啊？对，太小了，这已经拆了。这里，他如果穿这个，我再穿短裤，不是，很好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老板太会搭配了吧？就是这个，小老板叫我这个搭配。对，很搭你这件镂空的内装啊。不是。还蛮好玩的，你知道这件有多保暖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不用看人了。马祖这边呢、啊，我觉得啊，有一个生意一定特别好，那就是冬瓜皮。这车在这骑呢，打冬瓜拢打，打到手都酸的，但是根本在打死，你那打死的冰车，哦，这路都结啦。我已经来过来改啊，嘛是无法度适应。爱是名家老品，真的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维纳斯维纳斯，哎、欸。哈哈哈！他放耳机起来了吗？我在那边讲话。这个画面真的在庙会很常见。哦哦，还有中华的。哦，真的哦，厉害了厉害了，不愧是台湾小姐啊！我是没画口红。你是把我勾破当镜子是吧？我这个画面就一刀不剪。脚架脚架。对。很主席，咱看到的是台湾小姐开面的过程。哎，今麦开的这是红面吼，哎，红面。来，预备，五四三二。还有行吗？蚌壳精，拿回家。啊，蚌壳精。好。啊，马祖蛋菜。这重来吗？导演，校长可以吗？校长，校长，可以吗？我觉得这一个镜头应该会好一点。一般来讲哈，我们插这个尿管都是从这个下面的地方。啊，有一个洞，有没有？哎，这边尿管要不要插上面去？嘿，染污啊，是，哎，会污染。来，护理专业，预教娱乐，预教娱乐，尿管。啊，堵掉嘛，堵不了汤哦。只是手术房出来之后都要这样做，对不对？进去尿要出来才算啊。他就可以打水再拉出来。来看一下，哎，这个贵人扶持，真送有礼，只恐求财有头无尾。不要太坚持。陈妙峰解签。所以他说贵人扶持的，表示有人会帮忙。可是真送有礼什么意思？不要跟他争吗？还是？对，但是纵使你有礼，但是呢，你的礼有时候是站在你的角度。大家最期待的时刻，加崩了！我们现在来到秦壁村，啊，要来吃我心心念念的捞酒面线。这个应该没有不喝酒的哈，哎，都喝哈。多期待今天，多期待是吧？糯米红曲加老酒，糯米红曲加老酒，这也是马祖在地的一个特别的喝法，马祖的调酒。黄金角来了！哒啦哒啦啦啦啦！特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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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夹起来翻。手要抖，手要抖。
你们这些人要不要认真吃饭啊？你们。这黄金角跟我胡说屁干呢？你好，大家好。老酒面线来啦，上菜啦！哇塞，都蛮上菜啦！来哦，来哦，上菜啦！面线，整个埋在埋进去，那个酒会往脸上盖一样，盖还行吧？这个味道。可以，我更期待晚上。真的齁、哦、叔叔两秒之逼啊，每一次来白名的时候就是这样。我按照叔叔两秒之逼，我觉得摄影师的动作比较精彩的、啊、这一波可以吧？这样可以吧？这样可以齁，这样可以齁。感谢拍他拍他，他才是重点。咱欢迎欢迎咱安导爱江湖，咱陈柏安导演，咱率领咱各位技术人员，莅临咱妈祖来观光。哦，在此咱代表着咱妈祖的所有咱的技术人员，来欢迎咱安导爱江湖，咱所有的欢迎，来这里乡亲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云尊，哎、欸，这一支好喝，安导师傅啊！你看这些人，而且这一支我摆了有六七年了啊！哇，今天把它开瓶，对，开瓶有点厉害了，香啊！